安感恩。在国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度过了两个月阻断措施的时期。从6月2日，我们已步入了解封的第一阶段，开始复工复课，而孩子孙子们也可以去探访父母阿公阿嬷了。那为了保护家中的长者们，请记得目前的规定是每天只能够探访一次，每次两个人。这阵子打电话给会友的时候，总有人问牧师，教堂什么时候开呢？牧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教堂敬拜上帝呢？这让我想起了诗篇第42篇。诗篇第42篇，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第四、第五节。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有活的上帝。我什么时候可以朝见上帝的面呢？第四节，我从前常常和群众同去，与他们进到上帝的殿里，在欢呼和称谢声中，大家守节。每逢想起这些事，我的心就感到难过。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上帝，因为我们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上帝。是的，上帝是我面前的救助，是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同心祷告。感谢上帝，今天早上我们透过线上的方式一起等候，献上我们的敬拜。主，你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主，你的同在不受地方、时间和方式所限制，因为你曾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中间。为此，主，我们奉你的名祝福，求你祝福今天早上的聚会和所领受的。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为我们的讲员黄吴景星师母所要分享的信息信心建立赛来祷告。求你高摩你的使女，使我们存谦卑的心，并定义立行，以致代代因你的话语，因自行你的话语都蒙福。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歌颂我们的神，他是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所以诗人说，我们不但用口来歌唱，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心灵来歌唱。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用口来歌颂你，我们也以我们的心灵来歌颂你，因为你创造奇妙，因为你永远不改变的慈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已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流出宝血，要洁净一切相信他的人，以致我们可以透过他又新又活的道路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呢？主啊，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人生必定会经历狂风暴雨的洗礼，也会有世间人情的冷暖，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与你同行，你必定会引导我们。Oh,
我们的主，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把我们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神。造眼睛的神，你必定看到我们的挣扎；造耳朵的神，你也必定会听到我们的呼求。你也是全能的神，你有能力来帮助我们。你说你是我们的牧人，必定会带领我们的脚步，一生牵我们的手，与我们同行。牵我的手，因为前面的路很难。牵我的手，没有你的陪伴，路怎么走？牵我的手，在你面前默默的走。牵我的手，无限的为慈爱一生保守。生命丰盛的宴席总是摆设在艰难以后，我们定义要跟随你，因为跟随你的不会缺乏，
也不会害怕。我们生命，我们奉献的热情，总是快乐在艰难以后。我们期待，我们接受那一点祝福，不知缺乏，不知缺乏，不再害怕，不再害怕你的恩典祝福。生命温柔，牵我的手，心我心有故，心中惶恐。牵我的手，领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牵我的手，走在归家路上不再忧愁。牵我的手，神啊，我们听到你慈爱的声音，呼唤我们来跟随你，牵着你的手，一生与你同行。求你带领我们。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取自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我记得你心里无为的信心，这信心原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另外一段经文是在诗篇七十八篇三至四节以及六至七节，这是我们所听过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把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却要把耶和华应得的赞美、他的能力和他所行的奇事都向后代的人述说，好使后代的人，包括将要出生的儿女，都可以知道。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使他们信靠神，不忘记神的作为，谨守他的诫命。凡听从又遵守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也要感谢神带领我们来到了六月份的第一个主日。记得上个星期潘长老在他的信息最后的时候，他说了一个的问题，我们遗留什么属灵的遗产给我们的后代？很妙的，在我听潘长老的分享之前呢，其实我已经在准备我的信息。那我信息的内容呢，就刚好和潘长老的这个问题非常相似。而我把这个信息定为信仰接力赛。我相信我们都看过赛跑的接力赛。接力赛是需要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把棒子接好，然后一个接一个的传下去，一直到终点为止。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也像接力赛一样。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也有可能是第二、第三或者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但我们不要停止在这一代，我们要继续把这个棒子传下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在这几个星期透过不同的讲员帮助我们在家庭的课题上装备自己。主啊，家庭是你设立的，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合你心意的家庭。感谢祷告是奉告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身为父母的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很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们。在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之前，我们就会细心地为他们准备一切。当他们渐渐长大的时候，可以进学校了，那我们就会为他们找一间最好的学校。我们希望给他们最好的教育，也让他们去学很多的才艺。那个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前途无量，以后能够有好的生活，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身为基督徒父母的我们要注重的不只是这一些，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用上帝的话语来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现代的孩子面对许多的挑战跟引诱，如果我们不用上帝的话语栽种在他们心里的话，他们很容易就掉进魔鬼所设的陷阱里面。其实也没有任何东西比神的话语更有价值，让我们能够留给他们的。但是要如何传下去，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三个方法来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后代。我们今天要看的其中一节经文是写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我记得你心里无为的信心，这信心原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这里面也提到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我们都知道保罗对待提摩太就好像他的属灵儿子，然而在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保罗也很熟悉提摩太的家庭。所以在保罗写第二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他就称赞他心里有无为的信心，而且提到说这个信心原来是在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心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提摩太的信心是从他的外祖母传给他的母亲，再从他的母亲传给他。那到底什么是无为的信心呢？无为的信心就是一种诚实，不虚假，然后没有任何装饰的信心。其实信心是不能够遗传的。那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是怎么样把这个信心传给他呢？其实答案就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十五节。你应当遵守所学和确信的，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可以因信基督耶稣得着救恩。虽然这里保罗没有再提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然而我们相信这两位的长辈在提摩太还小的时候就用圣经或者是说神的话语来去教导他，那以致提摩太后来就成为保罗一位非常器重的同工。弟兄姐妹，除了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之外，其实父母的榜样也非常重要。家庭是孩子第一个接触的地方，而父母也是孩子第一个学习的榜样。我记得当我们的老大 Nicholas 他一岁半的时候，牧师就回应神的呼召，然后进到神学院接受装备。神学院的课业是非常繁重，牧师除了上课的时间，其他的时间他都会坐在书桌前看书，或者是手提电脑前面打字。
那有一次无意间我们就看见 Nicholas， 他也坐在他的小桌子前面，他也拿起一本书来看。其实当时不到两岁的他，他是不认识字的。那又有一次呢，他就拿他的玩具手提电脑也放在他的书桌前，他就开始在打字。其实后来我们发现他在模仿爸爸在看书跟打字。弟兄姐妹，其实孩子的眼睛还有他们的模仿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孩子的一些的动作或者他们的说话，我们感觉非常的熟悉。那如果我们再想想的话，哎，其实他们是在模仿我们的一些的动作或者我们所说的话。所以除了说刚才像我所提的，我们应该用神的话语，很像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一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之外，其实最具影响力的还是父母的榜样。所以如果父母要把信仰的棒子传给我们的后代的话，那父母得要在家庭里面把信仰活出来。有四个的年轻人 ABCD， 他们都在讨论各个不同的圣经版本的优点。那 A 就说他特别喜欢一个的版本，因为他的语文非常简单，容易明白。那 B 呢，他就说我比较喜欢那一个版本，因为他比较学术，比较靠近原文。那到 C 呢，他就说我也喜欢另外一个的版本，因为那个的版本呢，它的用词比较符合现代。轮到 D 了， D 他就沉默了一会，然后他就说我最喜欢我父母的翻译的版本。那其他三个朋友就觉得很奇怪，哎，我们不知道原来你的父母有翻译过圣经啊。这位年轻人就回答说，是的，我的父母把圣经翻译到生活里面，而且这个的版本呢是最让我幸福的一个的版本。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父母的榜样是多么的重要。诗篇78篇3至4节和6到7节这样的记载，我们所听过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把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却要把耶和华应得的赞美，他的能力和他所行的奇事都向后代的人述说，好使后代的人包括将要出生的儿女都可以知道，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使他们信靠神，不忘记神的作为，遵守他的诫命。弟兄姐妹，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祖所做的在信仰上的一切是多么的重要。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的曾祖父在中国信主之后，上帝带领他去到沙巴谋生，他经过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也经历了生死关头，然而他对信仰的忠心是毋庸置疑的，甚至让他摆上了生命。曾祖父是在一次要从家乡去到一个300多公里以外的市镇为教会筹款之前突然间安息了，原因是他为了要预备自己在几个月的这个长途的旅途当中能够有健康的身体，他进补。可是没有想到他的身体不能够接受那个的补品，因此就安息了。这事迹是透过我的父亲口传给我。曾祖父在信仰上所做的一切，让我们
身为后代的，不敢对信仰随便，也激励我们要为上帝摆上最好的。今天感谢主，在我的家族里面，我们有很多都是教会的属灵领袖。感谢主，这是上帝在我们家族里面的一个的恩典。在2015年新年，我们一家回到了家乡，我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特别的事情，那就是我和牧师带着我的父母还有我们的两个儿子去我们曾祖父的坟墓扫墓，就好像现在你们看到的照片，牧师还有两个儿子就在我的曾祖父的墓前合照。在那一天下午，我的父亲也向我们的两个儿子讲述了他们高祖父的在信仰上的一些的坚持，一些的事迹，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有意义。今天这个信仰的棒子已经传到了我的手上，那我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信仰的棒子再传给我的儿子，透过圣经的教导还有我们的榜样，以及我的先辈们在信仰上的见证，把这个信仰的棒子传给他们的后代，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感谢主，因为你现在正在写着你家族的信仰历史，以后你的子孙就在听，就在看你今天在信仰上所做的一切，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如果你是第二、第三，或者和我一样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回去问问你们的长辈，在过去他们在信仰上他们留下的见证，然后好好的把这一些的见证用口传也好，写下来也好，传给我们的后代，以此坚固我们还有我们后代的信心。在赛跑的接力赛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状况出现，比如说在第一个人他要交给第二个人的时候，一不留心棒子就掉在地上，又或者其中一个人他拿着棒子在很拼命的跑的时候太紧张了，也把棒子掉在地上。在信仰的接力赛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在传递这个信仰棒子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也把这个棒子掉在地上，但是弟兄姐妹不用紧，我们把这个棒子再捡起来继续跑，继续把这个棒子传给下一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领受了你救赎的恩典。主啊，我们也要我们的后代同得这恩典。你说爱你和遵守你诫命的，你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主啊，但愿我们都能抓住你的这个应许，不单只我们要敬畏你，我们也要我们的后代一样的敬畏你。求你帮助我们看重你话语的重要，并且身体力行的把信心活出来，以致我们的后代也能够透过我们的好见证信靠你，一生行在你的旨意中。感谢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感谢黄武景星师母今天的分享，愿上帝使用我们，把美好的信心与榜样传承给下一代。现在容我向大家报告家事。第一，巴特里基督教会第41届常年会议将于9月19日在网上进行。大会的通知书将透过电子邮件或邮寄发送。若您的电邮、住家地址或电话号码已更换，请尽快发电邮到 info@butley.org.sg 或拨电通知钟旭辉传道。第二，关于圣餐礼，中文部将于7月5日透过网上主日崇拜进行圣餐礼。接下来的几个主日，我们会陆续引导大家如何自己预备圣餐的饼和杯。第三，感谢主在这段期间里使我们有机会一起抄写箴言书。弟兄姐妹先保存好抄写作品，等到我们恢复聚会后才交到柜台。最后，我还是要鼓励大家在电子周报上阅读其他的报告事项以及牧者心语。报告到此，谢谢。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以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张开双手，凭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